岩木琥珀啊，是比较简单、比较容易做的一个工线。嗯。路比较窄，或者是没有附近没有其他的石头作为石材，作为材料，嗯，所以就用这个。里面，所以这边呢，在这里。啊，主要是先把那个木桩打紧打牢，嗯，然后等一下就往下挖泥土，然后就排那个排岩木，那就放下这个，这个都。你先打那个，那个木桩最好是八公分以上，越粗使用的越久。嗯，啊，那当然也是要看现场有没有适合的。岩木最好是十五公分，再深一点，因为等一下那个会挖到深。你插的木桩。的地区的那个牢固定你要考虑一下，好，因为你到时候如果说这个岩木瀑坡越高的话，你这个地方要放堆那个泥土的话，它已经承受一个重量了。起来，Okay.